说啥原文？为证明你对这个叫什么来着？对虎牙的贡献，不对王者荣耀的贡献太多。多玩一玩呀，多去低端局练习一下怎么着啊什么的。最重要的是你要把握好这个大招和大的伤害。有很多不是二二一A 的时候吗？你要把握好那个伤害，不然的话很容易就三技能拉回来他开机。这个直播间咱们只打算是新样，什么王者一般也打算是换了。看嘛去？我说的是张飞，你没看到张飞身上有个套吗？不怪我，我吃的线绝对不掉，你吃线你也都不掉。看到你了。在上面，等一下，带一个有缘人。就这还功夫马上跟我单挑，没到鱼抓到死。
杀我们家法师。我来保护你试试不行。约一波，啊，狗超怎么干的呀？哎，我没保护好你啊！给我冲！不疼的，我没有奔狼啊！什么个鸟意思？有个几个鸟意思？没有赶上我奔忙，有啊，这个软软他奔忙了，我没吃到，我就在你们旁边。有我们三大高手在，你们想玩啥玩啥。这种局我非常的自信，这种局我非常的自信，那也自信，虽然就差点，但是那也自信。我给你反个对面来。别丢打，我帮你找。哎，这个人怎么死了？给你。正正过来开头，你真狗啊！我在这里给妹妹让个人头，你这。那跑那么远过来把头给撇走了，怪不得你单身，活该。今天正正发了个朋友圈，他打了一个单排，把两对情侣，他一个人。我看他发的啥，等一下。他说正正发了个朋友圈，说这个突发奇想打了把游戏，刚开局就已经出了，人家两对情侣，他一个人单身。快收摊了，这是。
么感的呀？我来了。还没大。这小赵云老想来杀咱们家粉丝。真底飞，全能不辅助。